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在中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长达21年时间的一位资深的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家，陆定一。这陆定一呢，他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906年的5月9号，死于1996年的6月9号，就是差10天就是满90岁，所以呢，严格的说他是活了89周岁，接近90岁。那么这个人呢，他当年早年是毕业于南洋大学，那时候就是叫南洋大学的，恐怕在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哪一所学校，就是后来被改为铁道部交通大学，再后来呢，肯定就是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后来又裂变为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那么早年他是参加共青团，很小就参加共青团，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又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这个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就是一个文人吧，一直在这个搞这个宣传方面写文章。他写的一篇回忆《老三界》，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的中学教科书里边收入这个课文，就是红军长征那一段时间的亲身经历。所以为共产党宣传出了，应该说立了汗马功劳吧，他是参加了这个长征的过程，所以写了很多的东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这个野战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发表过一系列反映这个抗日战争的文字，文学作品。到了这个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时候呢，他也是担任这个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在延安的时候，他在1945年七大召开之前就已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个所以呢，他应该是很受毛泽东的赏识，不然不会把这样一个宣传大权交给他那么多年。他后来呢，在1959年也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过一年文化部部长，那是1966年到1967年。所以说他的官运还算是官运亨通吧。就是说这个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地位还是比较稳固。他还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那么1979年，6月份被平反，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文革中，文革第一批打倒的比较重要的干部叫彭罗陆杨，当时彭就是彭真，彭罗瑞卿对吧？陆就是陆定一，杨尚昆，彭罗陆杨被打倒，然后再后来就是陶铸被打倒。然后就是刘邓被打倒，所以这样的话，按照这个顺序，那中共中央那些高级领导人一批又一批的几乎都被打倒了，而且毛泽东当时在打倒他的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说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阎王当然就指的是陆定一了，他把持这个宣传部门那么多年，毛泽东不知道为什么深恶痛绝。如果要讲毛泽东一直不喜欢他的话，他也不可能当21年。但是毛泽东后来大概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在这个有些报刊上发表一些重点文章的时候，可能陆定一并没有掌握他的意图，没有积极的配合他。这也说明毛泽东对他也不够信任啊。如果真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心腹的话，会找他谈话，面授机宜啊。面授机宜的话，我想陆定一也不可能说坚决抗争，不大可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基本的简历啊，就是说他一开始呢，在早年参加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还编辑过《中国青年》杂志，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这样的一些具有蛊惑性的文章，在青年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5月，他就担任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1928年，他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动员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1928年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1928年底到1930年，在莫斯科担任共青团，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候叫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啊，驻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以后呢，继续担任团中央、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去中央苏区，然后1934年参加长征，当时在红军里边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红军通过彝族地区的时候，他撰写了《红军宣传布告》，他还编写了《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打骑兵歌》等这样的歌曲的歌词是他写的。到达陕北之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宣传部部长。然后他在八路军时期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然后1940年底他奉命回到延安，1942年八月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他撰写了《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后来成为中共宣传部门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准则，包括新闻院校培养学生的时候都把它当作一个培养的基本方针。然后1946年到1947年，他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允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这篇文章如果现在拿在国内是发表不了的啊。1946年，他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他在延安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所谓转战南北，写过一些这个作品，后来在很多地方发表。那么中共建政以后，他还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其中有一年时间，这个中宣部部长是由习仲勋担任的，就是1953年一月到1954年六月，这个期间是习仲勋当，然后后来呢，他又接过来了。1956年五月，他代表中央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所以呢，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啊，不是正式的委员，是候补委员。然后呢，1958年，他当时倡导创办了，一所就是在江苏啊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然后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当时周恩来和陈毅，跟知识分子座谈，希望呢知识分子放下包袱，说这个知识分子已经不应该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一个部分，也属于劳动人民。但是没过多久呢，陆定一就表态，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不能摘。这个话说出去以后呢，没想到毛泽东非常欣赏，毛泽东支持，所以呢周恩来和陈毅也就不敢再多说了。本来是想给知识分子摘帽子，让知识分子有一个宽松的氛围，但是陆定一显然，属于是那种跟党跟得很紧，尤其是能够看出毛泽东意图的人。他之所以敢于，发表跟周恩来和陈毅不同的意见，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灵，应该说他非常的敏感，获取了从毛泽东那儿得来的信息。然后1965年，这个陆定一还，刚才说错了，应该是陆定一是在1965年兼任文化部部长，1965年到1966年啊，因为到1967年他就被打倒了，所以呢必须在那之前，当时呢他是跟中宣部的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一起搞了一个东西，叫做《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是1965年10月30日。提交的。那么这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是后来毛泽东用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一开始这个在1965年十月份的时候已经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这样一个意向啊，但是当时用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1964年七月已经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呢是彭真，副组长陆定一，这其中也有康生了，他们是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学术批判等文化宣传方面的事宜。
到1966年2月3号，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除了原来的成员以外，又扩大了包括许立群、胡神、王丽、刘仁、郑天祥都参加了。所以这个二月提纲啊，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提及的二月提纲。他这个提纲里边明确反对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与毛泽东的意图和以后文化大革命的趋势形成一个鲜明的一种相反的论调吧。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3月宣布，中宣布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在二月提纲下发3个月之后，中央就正式的公布了516通知，推翻二月提纲，指责彭真、贝子、康生以及其他同志造谣，重大问题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上通过讨论过，而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汇报。这都是一种诬陷吧。我想彭真干了那么多年的革命，这些工作程序难道有那么明显的疏漏吗？这康生一贯是这个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鬼的啊，所以康生说的话不可信。后来呢，在1966年5月4号到26号那个一段时间里边，连续陆定一受到了批判，被停止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然后呢，这个会结束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就是林彪，因为这个陆定一的老婆叫严卫兵，曾经多次匿名信往中央写，也写给林彪，就是说叶群早年生活糜烂，生活作风不好，经常跟不同的男人上床，然后还说造谣说这个老虎，这个说老虎是，是讲豆豆，好像是讲豆豆，不是这个林彪跟叶群生的，造成了一种这个母女关系的这种紧张和对立。林立恒啊，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听这个严卫兵说他不是亲生的，说他是领养的，所以他对他妈妈就不亲，他跟他妈老是对着干，这个事情影响到林彪家的这个家庭关系非常严重，所以后来查出来了，终于查出来是原来是严卫兵写的，那陆定一说他不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情，他根本不了解，但是林彪不相信，林彪在会后就是对陆定一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那他就是对他的仇恨就是非常的严重，虽然陆定一吓了一跳，但是呢确实他认为这个是冤枉他，他没有，严卫兵没有跟他商量就写了这些匿名信。然后后来到了6月27号，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那个安徽厅跟中央民主人士座谈，讨论如何处理彭真、卢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其实说是讨论，实际上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只不过就是通个气，打个招呼。刘少奇认为彭罗、陆杨他们相互关系不正常，可能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是用这种口吻说的。结果没过多久，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那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总司令那就是刘少奇。9月30号，中央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所以呢陆定一在1966年9月30号就已经是彻底被打倒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到批斗殴打，遭受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转入秦城监狱关押，到了1975年才算中央给了一个正式的结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称陆定一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这个呢非常可笑。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开大会专门就是传达有关陆定一的这个文件。当时我们的记忆中，陆定一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为什么等到差不多将近十年之后才去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大家都感到很诧异、很惊讶，而且大家也感觉到了那个中央文件实际上也就是说让这个陆定一接受改造，虽然把他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但是还没有把他置于死地。而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知道，很多比他权力更大、位置更高的、更加资深的一些中央领导人都被弄倒弄死了，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感觉就是陆定一还是蛮幸运的，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是呢这个生命没有受到威胁，
而且呢好像中央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让他就是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当时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永远开除党籍，那么就是说他的政治生命就算完结了。同时还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但是陆定一坚决拒绝这三项指控或者罪名，所以呢他就又被继续的收押。本来呢他要是承认的话就让他走了，但是他不承认，所以就收押以后呢，他是安排在北京的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治疗，就是受到跟犯人的待遇差不多，但是呢因为在治疗期间他是要在病房里边这个接受治疗嘛，所以跟一般的犯人还不太一样。到了1979年6月8号，中央为陆定一平反，然后呢在6月份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然后在中共11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然后呢1980年又任中宣部的这个顾问，1983年又继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13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然后到了1996年5月9号他在北京死去。他的家庭呢，我们大概说一说，他的第一任夫人呢是叫唐一珍，一二的一，珍是珍宝的珍，他另外一种写法呢是唐义珍，义就是义气的义，珍贞洁的珍，他是湖北武昌人，17岁参加中共，然后呢跟陆定一是在莫斯科结婚，回国以后在红军的卫生材料厂当厂长，1935年是在游击战争中，就是在福建西部的游击战争中死去。当时他们就生过两个孩子，大的孩子叫叶萍，是个女孩，因为是江西瑞金叶萍那个地方出生的，所以直接就叫叶萍，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叫陆叶萍，但是后来又省掉了陆，就直接叫叶萍。那个男孩的名字好像不太清楚，没有提及。然后呢这个后来因为那个男孩呢被发现了，这个男孩后来1980年才找到，才跟陆定一恢复了父子关系。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叫陆范嘉定，因为他刚开始被寄养在一个姓陆的人家，所以他的名字叫陆嘉定。但是后来认了父亲归宗了以后，前面又加了个陆字，成为4个字的名字啊，这个叫陆范嘉定。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是生的。是30年代出生的嘛，因为在长征之前就出生了，所以年龄很大，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是1934年出生的，是吧？第二任夫人呢叫严卫兵，就刚才提到的惹麻烦惹事的那个人。那么陆定一说他这个老婆严卫兵说这个精神上有问题，所以呢他认为他很多的行为可能也是无法控制的，而且自己根本不了解他的这些作为。然后他们的大儿子是1942年出生的，叫陆德，那个德国。